大路切哪个呢？哎呀，少林进来。啊，千万一个小心啊！来人找我们分。 就係呢一度啦，蔣天生咧就喺呢個大酒樓出面行出嚟之後咧，就遭到呢個刺殺，咁咧就俾佢怼冧咗啦。跟住陳浩南咧就跳咗落去呢條河度，就俾人槍擊啦，好經典嘅橋段啦。